这一笔要先向外，它很明显，向外了以后还是提高，提高放慢，慢慢来。你要是能够以慢行，而且呢不会阴，你就厉害了，就成功了。哦，这样的人字绝对不会写不好，因为字就是靠你的这个控制的功夫。你可以慢，你就一定能快；你快呢，你可不一定能慢。这个道理你们可比我懂。忍，那这个忍注意一下，它底下这个比较长。好，翻手点。好，笔尖往下拉上来。